我也希望我放下，让他好好走。可是我这个做妈妈的，我真的放不下了。我就是一直希望说看能不能梦到他，都没有啊。我睡前都还一直想呢，你能有什么话来跟爸爸讲呢？然后都没有。不管在加拿大还是在台湾，从小开始跟他感情就比较好啊。对，因为差一岁。对。虽然说会打架吵闹啊，跟他感情还是比较好。叫他不要过来，因为他回去还是一想到就哭，想到就哭。我说你不要过来，好，你在家里休息。我就是一直希望说看能不能梦到他，都没有啊。我睡前都还一直想呢，你能有什么话来跟爸爸讲呢？然后都没有。看他每天都这样子哭啊，我说拜托你不要这样一直哭了，请也希望你不要哭了，不要让他走不了了，都放不下心了。我一直跟他讲说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啦。可是他也没有办法，他一想到就哭啊，想要中风过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我会有时候会激动，会哭到了。他们很担心我，他反而很担心我，一直劝我说不要再想着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这样子。我也希望我放下，让他好好走。可是我这个做妈妈的，我真的放不下了。李大哥有说请你今天不要来，好吗？他是说叫我不要来，可是我在家里更难过，我还是想来看看他。琪琪，妈妈想你。妈妈真的好想你、哦。